亲爱的中国朋友，我是法国驻广州总领事朱丽君。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代表法总领馆向所有的中国朋友以及日夜战备的医疗团队表示衷心支持。法国总领事馆照常运营，我们在一起共度时艰，让我们并肩作战，风雨同舟。法国和中国心连心，武汉加油！华南地区加油，中国加油！我哋三手相连，风雨同舟，中国朋友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